么玩意？玩意不好。我今天来了才知道这么多人，然后特地来看我，特别感谢他们。会逛逛街，然后逛一逛吧，因为之前来也挺匆忙的，就去那个看了维多利亚港，然后去山顶逛了一下，我还想别的地方多看看嘛。想逛哪里啊？或者是吃什么？我也不知道，什么推荐的吗？想吃本地的吧，茶餐厅啊这样。最近我在做我的第二张专辑，然后现在就是在收歌，然后在筹备当中。所以这次看到这么多粉丝，会不会想多来宣传？有机会的话我会多来的嘛，因为我也想多看看他们。